最大哎。真的吗？ size 大了一点，好像是哎，大一点，因为他把整个台车占满。那你先猜啊。对，炒菜对不对？对，非常大。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打开你就知道，它就是专门载去山上的，有没有？哦，是不是？炒菜的司机跟国道有关系吧？槟榔西施，哦，也有，从这里交流道下去。对对对，可以摸内内的，还是载物体的女警？哦，国道警察，然后他就一直站在这里。没有，他不会只站在，他只是说他开那个红斑马，他在高速公路上工作，还是其实根本就跟这个没有关系，只是要搞，他是骗人的。在高速公路上面，我跟你讲，一定是司机啦。是 北一高接北山游览车司机，北五的哦，也有可能。你可能去宜兰，他上班的固定的路线哦，万里跟木栅，哇，这个兜不起来。我也是什么啦？呀，司机的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道路修理员哦，这个是觉得应该是哦，对，因为女生如果去做修理道路的，可能会比较难一点，类似像铺柏油、柏油，对对对，那些工程员，真的耶，真的耶，感觉对，欢迎四号。好厉害，看不出来，小菜 Q， 欢迎你，欢迎你，这完全看不出来，几岁啊？很甜美，三岁哦，娃娃脸呢？哎呦，声音也很甜美，对呀。啊，你的声音，不，你的工作需要一直讲话吗？不用。会接触到人吗？会，可是比较少。那不是司机了，那不是司机，所以您的工作是连接车司机。几吨的？43吨。哇，很大台那种哎。你的驾照是不是名称不太一样？连接车司机，职业连接车。哦，他不是职业大卡车哦，没有，是职业连接车的驾照跟那个卡车不一样。那你上得去哦？对，因为那个阶梯啊，那个阶梯第一阶那个阶梯要就是我要怎么讲？那个门打开，门在这里，很上面这样打开，它那一阶就这么高，对对对，这么高了。然后上面呐、啊，它有那个两个小，有一个这种阶梯，另一个背了。还是你会用带木箱？没有，它大概是这样吧。对，阶梯啦，第一个阶梯，对对对，请坐，好好的聊一下哈，欢迎你。哦，小菜 Q， 小菜 Q，Hello， 哇，有图有真相，好大哦。但其实这个驾驶座好像是正常每个人好像都可以坐的哈，如果是凯西的话，应该也是可以开。可以，他椅子可以，他真的可以调，调高可以吗？这样就没有想象高那么巨大。可是我，而且他很行哎，但我开我家车我都快踩不到哎。所以你的另外一半，你的老公也是开为老公连接车。对对对，我老公是连接车司机哦。因为以前小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我都是跟车，小朋友也待在车上，然后他就看到他跑到没日没夜开到那黄神，很辛苦哦，所以你就是可以轮流开，是轮流开吗？就想说，如果我也有驾照，那我就可以帮他，可能回程的时候可以我开，他可以在旁边睡觉。哇，好贴心哦，真爱真爱，辛苦只有自己知道。对，因为大家都觉得说，你们开连接车很好赚吧，薪水很高吧，其实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跑才有那个薪水。哦，很多上班族你们可能下班了打卡回家吃饭洗澡睡觉出去娱乐，晚上熬夜追剧，连接车司机已经要出门了。对，哦，就是你们没有固定的时间吗？还是就是没有日夜颠倒，在车比较少的时候也没有颠倒，因为大家在上班，我们也在上班；大家在睡觉，我们还在上班。哦，所以不固定时间，然后工作时间又很长。对，哦，一天平均大概工时会待多久？最少也要十几个小时，哇，这很硬，十几个一天才24，最久可能就两三天，只睡两三个小时，两三天睡两个，很危险。哎，我觉得你们很适合来拍八点档，真的。所以你把它搞到爆胎啊？为什么会爆胎？因为这个铝圈爆哎。对，就是连铝圈都歪掉了。哎，我是有窟窿开下去是不是？我
搞掉水泥块那种分隔岛哦，因为我要右转，然后左边内线有停摩托车，左边内线有停摩托车啊，我要右转，嘿，然后我就是在往前靠的时候，我很怕尾巴去勾到他们哦，然后我就一直看左边，我右边就没有看，就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，哦，这一趟就白跑了，还倒贴，哇哇，那你们连接车女孩子的司机最年轻的是几岁？20出头，哇，有，现在很多连接车司机是女生，哇，了不起，完全看不出来，真的看不出来，厉害厉害，厉害。那你开回小车的时候，就是那种那叫什么？一般的轿车，你会不会开很快？轿车不会啊，可是会。忘记转弯的时候会多绕一圈，还比较大一点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连接车跟轿车的倒车是反方向，什么意思？对对对，连接车你带着纸车，你如果要往左，你方向盘要打右。哦，真的？哇，对，这个好难，很考验打右，就逻辑，左右不分的人不能哎。对，你要打右，然后他车还要用推，推的会把它往左推。哦，好特别哦。那个是我觉得最难的地方，常常。一开始开到左右部分，对，然后就一直嘟错，然后就一直往前，一直往后，一直往前，然后我就被骂过。哦，好，谢谢你跟我们分享。